上海的交警部门是三番五次的强调，长江大桥沿线禁止停车。不过，为了一览大桥的雄姿，还有长江河口的风光，游客在桥上停车拍照这样的现象还真是屡见不鲜。尽管大桥上不停地播放禁停的语音广播，而在紧急停车道内仍然有违章停车的现象。记者注意到，从上海市区开往崇明方向的桥面上停着不下十辆车，不少乘客都知道这么做会被罚款，但为了用相机记录下眼前的景色，仍然停下了车，感到很舒服。采访中记者发现，不少市民对大桥禁止停车的这一规定颇有意见。长江大桥是目前长江江面上最大的一座桥，希望管理部门能够学习杭州湾大桥或卢浦大桥的模式，开辟一个专门观光的区域，让市民们拍照纪念。这个车子开过来看看，人家没看啥了，对吧？侬总定个有一个地方，有段地方给人家看看桥，对吧？那是最起码的了，否则侬为市民是做啥么子？大桥了没有规划呢？这车停在桥上呢，很危险，不停呢。来了一次呢，好像蛮遗憾的。针对市民的质疑，大桥的规划部门表示，当初在工程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开辟观光区域，长江大桥完全是按照交通的需求来设计的。有专家指出，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，长江大桥的开通虽然解决了交通上的需求，但却忽略了市民游客渴望留影纪念的诉求。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，希望今后在设计建设大规模工程时，能人性化地考虑到市民与游客的需求。再带您来看，荷兰内阁在13号通过了一项法案，规定呢，根据行驶的公里数来对汽车驾驶者收税，以缓解当地的交通拥堵。根据这项法案，政府从2012年开始呢，就会向普通的乘务车司机按照行驶的公里数来收税了，基础的税率是每公里 0.03 欧元。那么汽车的自重越大，污染物的排放越多，司机所需缴纳的税额也会越高，而到了车流的高峰时段，司机还是要缴纳更多的税款。另外呢，就是政府按照公里数收税的同时，也会取消公路税和汽车的购置税，那么新车购买的成本呢，会因此而降低25%，这是荷兰以后的一个做法。好了，再来回顾一下过去这个小时重要的新闻内容。低空飞行让高超技艺，新型战机展出色性能，纪念空军60周年飞行表演，看蓝天雄鹰风采。商户不扫雪，城管网上发榜曝光，引热议。替考猖獗网络，记者卧底识破替考伎俩，相关法律待完善。为家乡办葬礼，警醒世人，威尼斯的居民望水城重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共同关注全部的内容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频道。